出现，两好三坏，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，投手稍微挡了一下，在后头二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，来不及了，这个球最后滚动的比较缓慢，没错，所以让打击的吉利斯呢是形成了一个内野安打呢上到了一垒。那加上因为是两好三坏有两出局啊，所以一垒的跑者基尔贾德也都提前的起跑，没有办法呢传二垒，只能够试着传一垒看看。这个球还是让打者其实打得并不好，这个球打得不是很强劲的，所以并没有穿过内野的防线。我跑垒速度快，所以这个反手接球要在。